嗨，我是可恩。去年二月份的时候，华为弃癌正式发布，相隔一年多的时间 ，Nova X 终于来了。不要问，我知道你们要问什么，我来回答你。一，它不是鸿门；二，它的样子跟上一代真的是差很远；三，价钱1299块买到。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 ，Nova X 是没有在中国发布过的，它是华为针对东南亚国家，比如我们马来西亚啦，特别发布的一款新手机，所以它现在是新鲜滚热啦，让我们看下去吧。OK， 现在首先给大家看一看外形，一个1299块的手机到底长怎样嘞？那我们看过这样多代的 Nova 系列啦，有6 SE， 有7，有 7i， 它都是有一个 pattern 可循的哦。但是到了 8i 的时候，不能说一模一样，只能说毫无关系啊，各位。你看啊 ，Nova 8i 这次的后背像谁？还 Mate 30啊，这个圆形的镜头模组外面绕着一个更大的若隐若现的圆形，里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镜头，旁边一个长条的 flashlight， 下面一排子，这个不就是 Mate 30本尊？上海 Nova 眼，谁还 Mate 给鬼？唯二的差别就是一八 i 的镜头比较大，四颗的话就塞满这个圆圈了，外圈比较窄， Mate 30呢就镜头小，外圈宽。二八 i 的镜头呢是稍微一点点凸起来的，就是说除了模组凸起来，它四颗镜头本身也是凸的，你放在桌子上不小心一拉。而 Mate 30呢就是平的。 OK， 其实除了镜头这部分呢， Nova 8i 的其余部分还是很 Nova 的，比如上手又轻又薄，整体圆圆润润，比如说你旁边看到有很明显的 curve design， 它摸起来不割手，又比如这个塑胶的材质，不戴套拿久了真的是会有点油哦，都是 Nova 一向来的 pattern。 OK， 颜色方面 kick 来了啦，颜色一向来就是 Nova 最大的卖点啦，他们就是很 young 很 fancy 的，那来到 Nova 8i 一样就是很 fancy， 一样就很好看。它一共有三个颜色，第一个就是这个黑色的 Starry Black 星空黑，第二个就是 Interstellar Blue 星际蓝，还有第三个帮我做 bling bling effect，这个叫做 Moonlight Silver 月光银色，这样有帮我做 bling bling 吗？虽然它叫做银色，可是其实看得出来，它有 pink color、 purple color 这样子，整个渐变是很自然的月光反射弧面的那种渐变，在不同的角度就有不同的颜色，那镜头的 Y 圈也一样跟着变色，是个很少女感的 feel。屏幕的话呢 ,6.67 寸 Full HD Plus LCD 全面屏，屏占比 94.7%, 换个颜色先的 wallpaper 先。再看个 Godzilla VS 空闲。满满 screen 的感觉是不是真的很爽？可惜的是这两个自拍镜头抠的这个洞啦，有点点小小挡着。OK， 那刷新率多少呢？很多人问我，我可以告诉你 ,60Hz。虽然是最基本的 60Hz， 但是普通人日常需求是够的，而且它还加入了升级版 Tooth Island 认证，长时间看手机可以更好的保护眼睛。那至于解锁方面呢，还是跟上一代一样，侧边指纹解锁，那其余还有密码解锁啦，还有脸部解锁。兄弟们，屏下指纹解锁不要想啦，是没有的。可是你不要讲啊，侧边指纹解锁真的是比屏下指纹解锁快很多，在裤袋你就可以开始 unlock 这来了，起码我是这样觉得的啦。电池部分4300毫安，那一台1299块的手机充电速度可以有几块啦？难道真的跟那种 Mate 啊旗舰机一样快咩？对，就是一样快。66瓦华为 Supercharge 快充是目前华为最快的充电速度了，竟然出现在 8i 身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20分钟就可以充到68%，38分钟直接给你充满。相机部分其实也不需要多说，因为现在手机的 camera 越来越给，就算不是旗舰机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何况 Nova 8i 还延续了上一代的四个镜头， 64MP 的主镜头 f1.9 光圈， 8MP 的广角镜头可以拍120度的 wide angle 照片， 2MP 的微距镜头，还有 2MP 的景深镜头。那实际拍出来是怎样，试下就懂了。白天拍摄完全没有问题，颜色饱和度 OK， 当天我是大太阳底下拍的，天空也没有曝光。打开 Super Macro 拍微距，细节可圈可点咯。人像方面呢， Portrait 模式打开了，背景就会变得 Bokeh， 还营造了一种景深感，但是开了 Portrait 就没有办法 Zoom in， 所以我用普通的2倍 Zoom 尝试拍人像，出来效果也算 OK 的，只是背景没有 Bokeh 咯。
所以夜景照片虽然说是有 Supernamo 2.0 可以拍到手持夜景照，但是我猜哦是处理器不够力，所以它一打开夜景模式哦就 feel 到 slogan 有一点 lag。掐好位置之后开始倒数，也明显看得出倒数的字慢一拍，有没有？那出来的效果整体看还算 OK， 但是你一旦 zoom in 就明显看到有模糊和噪点，灯光比较少的地方还更严重听。那自拍又怎样呢？正常发挥啦。 Nova C 的自拍一向来都是有 standard 的啦， AI 美颜这些就算是素颜也是可以拍得好像打了粉底或者眼线这样的。确切方面你们全部都猜错了，它不是 Kirin， 它用的是 Snapdragon 662。不要问我为什么啊，可以用上美国的处理器，我也不知道，我也很想知道。反正哦 Snapdragon 662 6系列哦是属于一个中低端的处理器，也非常符合 Nova 8i 的定位啦。那存储方面呢是8+128GB， 反正你每天在 MCO 在家拍片也是够用的。OK， 来到了系统开头我都讲了 No 鸿蒙，是的 Nova 8i 不是用鸿蒙的哈，它用的是我们熟悉的 EMUI11。 那目前华为设备用鸿蒙的啦都是旗舰级的，所以我猜 Nova 是属于中低端的嘛，可能还要再等等。 EMUI 系统也不错啊，好用功能全部都很容易上手，三指下滑 screenshot， Multi Window 一心二用，下载 apps 可以去到 Better Search 等等。其实很多人都在问的 Nova 8i 到底可不可以拿来打 game， 大部分的游戏都可以。 8i 有7个内置的 antenna， 确保打游戏的时候信号 good， 基本 180Hz 触控采样率，有 do not disturb 的模式，打游戏在一般要回复 message 也可以开启浮窗回复。总结来讲呢，身为一台1299块的手机啊，当然你要说那种很顶的功能，比如说120Hz刷新率啊，很顶的处理器啊，无线反向充电啊 ，GMS 啊，还有更多的黑科技，这些都是没有的。但是日常有需要的功能它都有到，而且哦它还颜值高啦，还有66万块充，你 pre-order 哦，还有260块的礼物送，先到先得啦，所以你们自己斟酌一下啦，不要走先，不要管先，错都冇得。另外还有同厂加印，我要顺便给你们看看最新的 FreeBuds 4， 看给你们看，叮，银色版的，有没有眼睛？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尽量讲重点啦。 FreeBuds 4呢是半入耳式的无线降噪耳机，那半入耳式跟入耳式最大的差别就是半入耳式会戴起来更舒服，更没有压迫感。设计上面呢，其实跟上一代哦没有什么差别，都是圆圆磁吸式开关，第一次长按就可以 connect， 连接了之后每次开盖就自动连上。那最大差别呢就是重量， FreeBuds 4的重量是 4.1g， FreeBuds 3的重量呢是 4.5g， 道理上来讲啦 0.4g 的差别哦你是 feel 不到出来的。这边讲的是单只耳机重量，不是整个啊，那实际拿上手啊 0.4g 的差别其实真的是 feel 不出来啦，但是哦整个耳机拿就 feel 得出来咯。FreeBuds 3 48g， FreeBuds 4 38g， casing 整整轻了 10g， 难怪这次 FreeBuds 4 主打的是空气感，轻到很不真实哦。那 FreeBuds 4 戴上去其实不容易掉了，而且哦佩戴感呢是蛮舒服的，我个人哦是不喜欢入耳式的，我觉得半入耳式会更舒服一点，可是半入耳式牺牲掉的就是降噪，而 FreeBuds 4是全球第一款半入耳式设计再加主动降噪 2.0 二合为一的这个 TWS 耳机。原理上来讲呢，就是华为创造了一个叫做双麦克风混合降噪技术，通过耳机的麦准确拾取周围的噪音，再精准生成降噪声波，再加上人耳适应降噪技术，可以自动检测我的耳型，然后再匹配给我最适合的降噪参数。反正意思就是一句话，就算它是半入耳式，它的降噪效果也可以做得很好，这样子你们明白了吗？不，我还是跟你们讲啊，它就算用了这个很懂工的降噪技术，但是半入耳式还是没有办法跟入耳式的降噪效果攀比，可是它可以做到这样子哦，我是觉得很厉害了啦。那操控方面还是跟之前一样啦， double tap 长按滑动这几个手势操作。那音质的话真的很棒，无论是有开降噪还是没有开哦，它低音都层次分明，中音人声清晰很厚实，高音也没有刺耳的感觉，整体听感是舒服的。哈哈哈，这 part 没有办法让我们听到，我自己欣赏咯。
So FreeBuds 4的价钱呢就是599块，预购的话直接再送你一个华为 Band 4。目前暂时来讲啊，我用了几天的感觉就是佩戴蛮舒服，音质很好，降噪效果也到位。可能过后用久一点呢，我再给你们一个更详细的 review 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我是可恩，下次再见，拜拜。三点几咧，做做啦。